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哇，你提这么可爱的东西哦，这是什么？刨刀啊。哦、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想说是，啊不是啊。哦。壳牌大黄蜂，可惜是储能电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、哦、我看到摄影组买一个新的东西，听说很好用，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？这是储能电源。啊，型号是 NP1000 的，俗称大黄蜂，大黄蜂比较好叫。也是叫底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研究了一下，你看这个什么的电源都可以。哎，还差八一代的电。好，手机拉充电，都直接那个，这个是那个点烟孔的，都可以用。啊，这个还有照明的，还有照明。其实我还没拍，我已经研究了一下了，上面有那一个无线充电板，我去你看啊。有吗？有啊，充了。真的呢，无线的可以充，手机大家都无线的，你看来，我接啊，它这个都是三孔的，都一扎单都是压掉，肩膀都用电了，你看，来这个插的多爽，这个、啊、AC 这个要压，这个亮灯才有。所以如果你按这里，它这里才会供电。好，它这里有四个。哦，反正弄个再插，接下来了，这个有电池，电池的充电了。哎呦哎，再充电，再充了，相机也可以啊，啊这个也可以啊，哇，我接了，这个是可以吗？接，来，确定。哎呦，看到嘞！我顶盖，我的Wish插下去不会动，我的Wish有一个转接座，它是真的不行啊。是哦，对啊，啊开最强的，最强的，有没有？很强哇，自动也算这个啦。我来烤一下面包，我的家吧。一般哦，最惊的就是插下去跳电，这都不会。哇，你提这么可爱的东西哦，这是什么？刨刀啊？哦，啊不是不是，我想说是，没有，没啦，你要先涂啊。是吗？而且我唔买韩国了，就我买来的，拢人创一家的。别讲嘞，其实这个哈蛮适合在哪里呢？去露营啊，不用担心没有电，这都可以用。野炊，对不对？出去，假设烤肉嘛，把电电风插拢啊吹，我免惊讲你贵袂多。很方便嘞。来了，好啊，好嘞嘛哈。扣起来。好，等。阿等，好，我们在等待的时候顺便讲，你看前没多久不是大停电？对啊。在家里，小朋友在那边吵呢，这个你的手机、平板都可以充。照明也可以，哇，好用嘞！这不是刚刚这样的呀。假设你在夜市哈，摆夜市也可以用，有这一台真的是很方便。那它可以用多久？哦，手机的话哈，手机的话等一下，手机的话可以充78个小时，笔电的话是65，可以充连续可以充12个小时。那冰箱呢？冰箱也是65啊，大概可以充10个小时。十点钟，你那海山打一起啊，那不怕风的死啊，这个就可以用了。对啊，我这个真的是家庭必备啊！如果你们有那个厂商做这个的，关的电的停电的，你家里一定没有发电机吧？你到发电机，我马上控制台，你让它比较差。有时候你看停电的时候啊，不然我们不要开冷气，我们开个电风扇，所以电风扇嘛不会停电。还是多久会好？这个我好，如果在户外，你是不是露营什么的，没有办法帮它充电，它可以搭配太阳能板。你看这太阳能板，就直接假设你放在露营嘛，放在那边又可以充电了。所以你不用担心用完了，假设已经趴了，说紧张了没电了，它还可以帮它充电。嗯，对。我刚忘记讲，这个是壳牌的，壳牌应该有看过吧？它也可以搭配这个，如果你车子没电了，有没有？它有这个，它可以打气充电。对，基本是壳牌。啊，太阳能板没有，那是通用的，通用型的。那这一颗会很重吗？其实还好了，这个比 GoGoRo 那种还轻，你看。8.9公斤，女生应该可以吧？女生在骑 GoGoRo 很多了，那都可以拿得动，这应该没有问题。哇，像这种啊，台湾其实泛舟都很多，这个是我们台湾唯一有认证过的，所以这个比较没问题。好、哦，这壳牌啊，大黄蜂啊，可以给特斯拉充电用，它直接就可以充。对，它可以充，直接这样插。好、哦，它有一个特斯拉铝充组，插下去就可以充了。有些房间也有啦，可是有些他们没有接地，我们这台是有接地的功能。那其他的电动车可以用吗？其他电动车哦不行，因为特斯拉可以设定，它就可以充电。啊、因为别种车好像不能设定，像我们叶子好像是固定的，但就是出来多少多少，没有办法去调它的安培数。对啊，这个我们有3年的保固，电芯就是有1年的保固，5年的保修，台湾各地都可以。总惊的是孤儿呐，就连被修理不代表特区，啊，惊去外国啊去啥就麻烦，所以我们台湾都可以修理。好啊，这个车用的话是电池的规格是21700，21700，对，这个应该啊懂的人都应该都知道的，就不用再特别去。对，今天还塞了，你在那里猛泡吗？这是哇，哇，没有，哇，出来，
修修修修修，好像还不错嘞，我讲话嘛，但是就修嘞。哦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嘞，确定是可以用了、哦。嗯，可以用。哇，哎、欸，真的嘞，这我真的家里要放一台。你说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啦。哦。为什么呢？放一台，假设像台风天好了，嗯，会停电啊。不要说台风天了，现在不定时就会突然停电了，对不对？家里放一台，你看多好啊。不然你要煮东西、看电视啊，反正还用电脑好了，手机可以充电，小风扇就不会插了、啊、晚上也不会暗飕飕。哇，你好，哇。哎、欸，这个可能、啊、放三天，搞不好还亮着，因为 LED 比较省电嘛。真的是居家旅游必备良药。如果没电啊，充到满的话，充到100%要6个小时。一般家里的电就好。那我啦，用它插它这样可以，就使用自己。还是不行吧？不行啊。好了，假设100%充饱6个小时之后啊，你放着啊，它最早撑半年还是有电，它会衰退没错，因为电池你放在那边它还是会衰退，所以在半年内一定都还是有电。虽然加好了，撑半年搞不好一滴电都没了，而且它动半年一雄。好用，好用哦。你要不要买一个？要不要我再跑个？没有，这样太无聊了哈、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对、啊、这个你知道吗？果汁机，我们等一下来去惩罚的游戏、哎。你看，我们等一下。车上打电动，输的人要惩罚，这么厉害，奖章嘛，对不对？赢的人就是负责打给输的。什么？我输啊，这上面番茄酱，还有蛋，哇塞，洋葱嘞，算的哦。瓦莎比，瓦莎比，我喜欢。啊，为什么三明治？丢进去啊。那是什么鬼？反正就加下去了，对吧？反正就加下去。输的人就马上喝下去，很帅啊！这盖比赛输嘞。我们几个要比赛，我们去把媒体入围都叫上了。好了，人越多，输的机会就越小了。这个吗？要玩这个、喔，打电动，打电动简单了、啊。你先上车试一下，把它设定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准备好啊！啊，他准备拍电动，我足真久个嘞，哈、啊，我无你拍电动个嘞。我紧，我紧，我足久无拍。电源，交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有嘞！耶、yeah ，第一个啊，这个啊，我去教你，啊、你负责玩就好了。我要先弄完不难，我那输了很难看。我让你老威亚不要剩点头。好，人员到齐了，对不对？我是那个经理嘛吼，会惊吼。惩罚上车。那输了你就直接来后车厢直接就打了啦。我说啊，东西有带哈，东西放好了哈。看一下，从这边看这蛮爽的，蛮爽的。开始了。对啊，他因为大家不会开手牌，所以我今天负责就开车掉。来，猜拳来。啊，拍过恐怖。剪刀的。不，我第一个最后芒果，第二个，哎，这压力不小。最后一个，我要玩这个翡翠管道。我了，好抱歉。不要！到！好，看一下，等一下啊。我们是比总时间，不是比最佳单圈。开始超车，我360炫一下。我看一下多少。我车手都快掉了。70分输。第10名。3分53秒。做司机就是这样，后面呢、啊？对啊，玩得很爽、啊，前面只能开车。要让爸爸带小朋友出门。到了之后他们在玩，我在睡觉。流量密码出现，可以开始。看到我手在动吗？可以开始。哎呦，输了啦！哥，我是不是最后一名？是在第一圈，要倒退了。不行了，大家到时候往往都说我们在欺负他。对啊，好，帮扣2分钟。现在才还要3分钟，救命啊！耶！所以我一共第12名，我玩了6分钟。好，可以了，拉转一下。好，前面的弯道，杀一个，好快哦！哇，好快，就是。耶！手机给你。哎呦！蔡山有机会喝哦，我晕了。4分11、12、13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苦瓜输了。哎呦，他很认真哦。对啊，你老妈都喘了吧？啊，哟，刚好过。蔡山，你无赶时间呐？真的啦，无赶啦。要到终点，要到终点，终点啦！我快吐。
原来刚是这种感觉啊！4:27。4:24吧。24，那跟阿科差一秒哎、欸。20几，所以没有，他是4:13。4:13。阿科是4:25吧。4:27。27。好了，我帮你打果汁啦。会比较好。为什么你可以口？超啊超啊！哇塞！干，6颗啊！这是辣的，好吃，我也觉得蛋辣。按，试闻一下，试闻。美食评论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。然后倒数啊，干杯，干杯一下，干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干几杯，干几杯，干几杯。没有，就甜没？他有蒜蒜头跟瓦萨比。哦，都有崩哎。哦，就还是蛮辣辣的啊，就是瓦萨比。哦，他刚刚辣辣的有破音哦。辣辣的，真的啦，对吧？好啦，真不好玩了。所以我不公平，我觉得这次我被冲了，派两个不会开的在那边咚咚咚咚咚。好了，耶、yeah。这是一个好用的东西。好，刚影片有看到，我们出去玩电动打了快一个小时，刚是琵琶，85%，现在65%，用了20%，还包含打果汁机，所以真的是好用的东西。它北中南都有啊，北中南的话，北部的话是车立屋，中部的话是旭义，南部的话是真便宜。啊，都是汽车百货。对，汽车百货。哦。啊，如果你也可以先用租的方式啊，假设你觉得哎、欸、这个好不好用，先租的，好，先租回去试看看，如果真的好用的话，再来购买也可以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一次有抽奖，这个它可以充电、打气，还可以救车。对啊，接电啊，你看接电。哦，这接电的。对，好，它接电啊，汽油的话6000cc 以下都可以啊，柴油的话3000cc 以下都可以。嗯，接电接得起来。对，啊，这个呢？啊，这打气的啊，哇，座椅也怕的啪。哦，或者是说你带小朋友出去玩打气球也可以的啊。今天点解小爱买这样这些球？小爱好久又不见了，你又带回家了？我没有带回家。哦，这是对，这是要抽奖的啊。详细办法抽名单。嗯，对。另外我未来点我也没来抽奖，就像啊是在参加了，不在得奖。好，抽奖一组嘛，对不对？泰山记得去留言，可以抽奖抽这个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壳牌的，好、哦，这是壳牌的哈、哦。嗯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呢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我先带回家用好了啦。我觉得是真的蛮好用的嘞，我都真的很想买。喜欢都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欸，这真的不盖当嘞，你真的很重，你就没办法手伸到纸了。可是它还是有重量啦，所以很轻是骗人的。女生如果在哪，可能就也是可以的。你这样就来懂嘞，泰山地广。还有65%，你要不要喝掉？你刚喝了，我喝了啊，我喝饱了。我现在在减肥，你忘记了、哦、我在减肥，食量很小。哦，对。哎，我配方刚刚被你们录下来了，这样你们以后可以自己打。好，耶、yeah, ，拜拜，哎，拜拜。壳牌大黄蜂，可惜是储能电池。今天有被拎吗？他都有拎吗？他都有拎吗？对啊。你真没怕啥？怕电动啊。内底是啥物？啥物？八点钟。哦，2颗蛋。洋葱。啊、，wasabi。wasabi。6条蒜头。年糕。哦，年糕。啊，都几样一那个尾鱼三明治。尾鱼三明治。啊，有人拎吗？有啊。像你。我啊。我拎嘛。你拎嘛。蒜蒜头的面。你别看诶。我看诶，我看。